啊，即马过来个一张批，哦，这张批是住伫个台北关清坑乡的李龙友来，伊伫个批来咧讲吼，因兜邻居个牛奶啊，产量愈来愈少，请问讲是啥原因啊？咱即马请到这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名牛专家。大景山来答复这个问题，大景山你好，嗨，阿里阿德 ，Hello， 恁家这个灵牛产量较少呢，可能有几种的原因的是，第一，你这个批内底写到讲，恁家住伫地基路边，所以这个灵牛呢，可能去有火车车惊着啦。那这个灵牛生囝妈妈，还有这暗时到恁带齐晒啦吼，这自然这个产量就歹啊呢。那队伍要哪对队伍这种镜头呢，就有两种方法了呢。第一，就去请一位导师来甲这灵牛收囝呢。第二呢，会当用这个乌干那标小离惊风扇，70%。咱这个金牛牌 S95 30%倒水1500杯，和这个灵牛来啉啦吼，安尼镜头就自然会好转安尼。啊，佫有一项呢，也是有可能啦，这个牛吼，这细汉这营养较歹啦，这化球不全哦，也是细汉伤补一个塑条，迄断骨断袂过咧，啊，变做安唔正牛啊。那这种镜头呢？这都要用这个仙桃牌风炉丸啊，搁配合这个王炳素不老丸啊，为这个体质来甲改良啦。啊，若再过一段时间哦，自然都勇行起来啊。好，我来到到这，阿廖都。来多谢咱这个北海道大学的这个大景上来甲咱答复这个问题，过来。有戏。